一下錯手就開咗啲仲啲聲出嚟。唔緊要，我哋接翻又翻嚟去接翻頭先未講完嘅嘢。係啦，咁啊，頭先講到九華山有啲咩大師？九華山我淨係知道咧，對於個九華山嘅印象就係好多咩師徒傳奇啲咁嘅修之練道嘅高手咧，都係去九華山度修練嘅，好多時都。其實九華山係中國四個主要佛教嘅一個四大重要重地之一嚟嘅。咁點解佢咁出名，咁多人去咧？九華山原來係相傳係話地藏王菩薩嘅道場。咁唔知大家知唔知地藏王菩薩又係邊位咧？咁大家自己慢慢上網搜尋下啦。即係咁講啦，如果你聽我哋嗰集講呢一個嘅地獄遊地獄嗰個篇章嘅話咧，咁大家知道咧，咪其實地藏王，因為喺佛教同道教咧，地獄都係由兩大嘅唔同嘅人去主管嘅。唔係你哋所熟悉嘅，以為炎王就係最大嘅。炎王唔係最大，炎王係打工嘅就 OK。真系管住嗰个地狱嘅阿头啊！真正嘅阿头系边个呢？咁地藏菩萨咧就系、是、其中佛教嗰边嘅阿头啦。系啦，其实咧佢唔系一个佛，点解佢唔系一个佛呢？系曾经佢许下承诺，个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所以佢唔系佛啦。系啦，所以佢未到佛嗰个位，所以但系佢个 power 非常非常之大，佢就菩萨，地藏菩萨非常之大。所以有機會上網抄下呢、這個好多好多資料，好多佢嘅資料噶。O K， 好多資料。咁我知道道教方面咧，就我唔記得道教嗰個咩帝咩大帝負責管理嘅，係咪元天大帝？有其實有好多個，太多呢、這個留一講咧，我哋又做唔到你要做嗰啲嘢噶啦，留翻下次。咁下次有機會好多怨聲四起嘅，我驚住。道教有道教嗰個頭管住個地獄嘅，好多嘅。OK，anyway， 我哋开始讲翻呢个，我哋要拆字啦，唔好意思啊。我 Jimmy 好啦，你话上九华山，咁我相信你系去旅游嘅啫，唔系去修仙练道啦，系咪？你唔知嘅，佢可能会系嘅。哦，咁系以我熟悉嘅 Jimmy 可能会喺嗰度住翻一年半载。咁犀利。Okay， 你当佢唔会啊？可能啦吓。Anyway， 咁好啦，咁Jimmy 听住啦。咁你今次咧，你去呢一个嘅九华山嘅旅途，会有咩情况出现呢？你系写咗个华字嚟去测嘅。咁个华字咧本身系十四画。十四画咧喺测字嘅分类嚟讲咧，佢属于火。喺火嘅嚟讲咧，你而家秋天嚟问呢个字，火克金。秋系属金。系啦，秋天属金。咁、火克金，咁或者已经开始进入冬季添啦 ，OK， 即系秋冬嘅交界啦 ，OK， 咁、冬季就系水添啦，系咪？系，咁秋冬嘅水，秋冬嘅火就我哋叫冬火就薄弱，所以用呢个字嚟测你十二月去旅行，去呢个九华山旅行嘅过程当中咧，嗱、我可以咁讲，总括嚟讲算系平安嘅，但系会总但总会发生啲事嘅，发生啲咩事呢、首先就系话。最容易知面病魔哦，即系去到唔系水土不服咧，就系、是、就系、是、真系唔好意思啦。本身啊 ，Jimmy 咧问个问题咧，想问咧有冇啲咩收获嘅？咁啊，而家你咁讲啊，我好明白。有啊，佢收获咪就病咗咯，佢收咗个病，同埋攋咗个镬，真系好大收获。Sorry 啊，又讲正嘢，咁因为佢容易病，同埋容易整亲手脚，多数系与脚有关添。行路行得多，或者系行路啦，或者系扭亲啦，或者之如此啦。去到九华山脚，我请个四人大轿抬你上去啦，唔使烦啦。记住行山过程当中，脚系好紧要噶、所以咧一定要小心啲，每一个步伐都要脚踏实地。我唔排除佢用手行嘅，但系所以 anyway 啦，咁就真系要小心啲，因为咧脚踏实地，因为咧。容易与脚有关受伤的地方。OK， 其实好小事，应该都是扭就算是都是扭伤下啫。咁啊系，系啦，咁因为仲有啦，冬火薄弱啊嘛。如果你问有冇收获嘅话咧，咁薄弱即系有，好微咯，啲咁多，啲咁多，好过冇啊，好过冇嘅，系啦，即系影多几张相咯，嗰啲咪收获。因为本身就可能病咗嘅关系咧，影响到咧。唔系话系你一定系你病，可能同行嘅人病咗整亲，都系直接影响咗你噶。其实都系真系惨噶，去旅行病嘅时候，我都啱啱年头嘅时候都中过招，去得玩得好辛苦咯，即系会有咁嘅情形。你又病住，但你又冇几可，你又要想去睇，咁变咗你辛苦啲，你都要走去睇，但系你又系病紧嘅。
好惨。所以就唉，咁大家呢、这个 Jamie 执生 ，OK， 咁啊，但系仲有一个情况会遇到有咩事咧？除咗会受伤啊、整伤之外咧，咁就系话你去到咧今次可能个旅途当中咧会遇到好多嗱、风景原本应该几靓嘅，系啊，尽收眼帘里边咧都系一啲哇湖光山色、花草树木，好欣赏美景系咪？咁但系咧咁啱你今次去咧有机会碰到好多地方咧出现咗破损。而系进行紧啲修葺工程，而影响咗你去观光嘅时候嘅顺序嘅顺畅噶。其实可能佢系受人邀请去同人装修嘅，会唔会咧？即系总之，你今次咧可能去到好多地方咧，原本谂住，哎呀呢度有个景点去睇啊，唔好意思，啱啱嗰度冧咗树啊，整紧啊，装修紧啊，冇得睇咁样，即系话会比较唔安宁同埋唔顺畅咁样噶啦。即系好多地方可能都会有少少意外阻滞咁样样啦，即系唔系全部睇得晒啦。不过都唔紧要，佢嗰个地方咁大。睇唔到东咪睇西，即系睇少啲咯，睇少啲咁多啫，睇唔晒嘅。只不过可能你心目中预计想睇嗰 part， 又或者有啲意外睇唔到咁样咯。咁啊，同埋咧就话嗱嘈必然噶啦，嗯啊，加埋佢用个华字嚟添，咁啊加埋把口就哇哇哇噶啦嘛。咁所以咧嘈系必然噶啦，咁你就预咗嗰个地方一定系嘈噶啦啊。所以咧就话要去嗰度，如果有啲乜什么打坐。收到有乜得着嘅话咧，咁喺咁嘈吵嘅环境之下咧，其实都几难，难啲嘅真系，系真系难嘅。唉，咁啊，不过有得去玩到个冇，咁啊，有得去玩到个冇，总之少一样嘢啦，俾人传染咗病啦，或者即系水土不服啦，同埋小心整亲脚。其实如果有咁嘅预兆啊，带多少少药咧就好啲嘅，起码都好过冇，乜都冇，咁你就仲大镬。最好咧带定嗰啲咧伸缩拐杖啊。In case 你整只脚掹咗碌嘢出嚟，就可以冻住个地下，继续行啊嘛，唔系几好用噶吓、啊，见到野狼野狗都可以吓两下咁吓走佢啊嘛，再唔系攞嚟当警棍咁用都得啊，伸缩警棍，啊钓蛇就唔好撩啦，系咪？如果打蛇就会随棍上啊。OK， 咁啊嗱，希望你要满意呢个测试结果啦。Sorry， 唔满意都冇办法噶啦，系咁噶啲货，我系咁样交货嚟。我见到嘅，我哋见到咩，我讲咩。但系我哋最想知嘅就系个结果系点样样，即系你去到之后翻嚟系咪真系咁样样咧？我哋都想知系有冇啲特别咩情况，或者系全部中晒吓。啊，咁到时翻嚟讲俾我听啦吓。系啦，或者私底下讲俾我听得嘅。系啦，好啦，咁啊呢位咧就系香，应该系香港嗰边嘅网友嘅。提高咗鬼故嘅呢位网友 Mandy， 系啦，咁啊 Mandy， 佢就用咗一个字咧，就去问咧佢佢想问知道佢妈咧就申请紧呢个政府老人院嘅一个宿位嘅叫做吓、啊，我唔知道宿位意思系一个床位啊，一个瞓嘅位啊，定一间房仔啊，定唔知咩啦。咁、anyway， 佢就想问下几时有机会，同埋有冇机会，几时会有机会咁样得到结果咁样嘅。咁、我用咗个问字嚟去问，因为咁啊，大师，嗯，我会觉得。点咧？你觉得？我皮毛嘅知识听你讲咁多咧，我会觉得系得个文字咯。OK， 嗱，唔好意思，我依书直说啦，我咁讲啦，用文字嚟去测呢个字嘅话咧，佢出嚟咧个字数有十一画。嗯，喺测字嘅分类里边，佢系属于木嘅字。嗯，木喺秋冬嘅时候嚟去测嘅话咧，系争少少嘅。嗯，因为点咧？凋零啊，系咪？系啦，会唔会啊？秋木凋零啊，冬木就水多木浮啊，咁、所以咧，暂时嚟讲咧，问如果而家你好急，成日再催去问嘅话咧，我会劝你忍一忍，因为点解咧？而家嘅状态属于叫做咧，如果现在嚟讲就问，要问欲问问不到嘅一个效果，咪得个问字咯，系啦，得个问字，而且咧仲叫做有口挡门，就休管闲事嘅情况出现咗先，俾人闹翻转头，系啦，咁所以咧，暂时咧你唯有就系等嘅啫，因为你唔可以催，因为咧个结果仲未有。最快咧系有咩机会呢春天冇错啦。咁啊到明年嘅春季咧，机会就会比较高啲啦。而你所要得到个单位咧，总之与记住到春天嘅时候，一个与十二呢个数字有关嘅地方出现咗，咁可能系你会得到喺十二号得到个消息，或者系十二月已经开始有消息啦，但系要下年春天先系攞分到床位咁样。又或者个床位系十二号。系啦。咁啊，即个单位系十二号咁样啦，咁啊，所以咧第十二座嘅就系十二楼嘅十二座嘅床位。咁总之留意住十二呢个数啦吓，可能对你系有咗启发嘅、到时。啊，咁得意啊！嗯，啊，咁样样，好啊，好啊。都几有趣，但系记住啦，到时咧，如果你分到呢个所谓嘅单位或者床位或者宿位咧，你所讲嘅宿位啦吓，呢、宿位咧咁紧嘅有左邻右里嘅 ，OK 吓、通常都会有噶啦，系咪先？有咬叫啊！
咁你注意啊，喺你个宿喺你阿妈嗰个宿位嘅左边嗰个邻居咧，就可能咧系会一个比较麻烦啲嘅人嚟嘅。咁所以咧，记住两样嘢，你自己本身咧就叫做头先我所讲啦，有口当门就休管闲事，即系话咧新嚟报道去到嗰个位置嗰度咧，唔好白隔篱所有啲嘢。唔好主動去白 ，OK？ 人哋嘅嘢你唔好理 ，OK？ 咁費事惹嚟一啲嘅麻煩，咁你就會少好多麻煩。因為點解咧？你左手邊嗰個咧，通常可能會係一個比較麻煩人嚟嘅。但係個麻煩邊類型嘅麻煩呢？咁我又都唔知道，可能係咩呢？就係、是、可能係一個好攞禮嘅人。所以你白嗰啲即係多管閒事咧，佢會鬧你。望下都唔得嗰啲可能。或者啱啱先直頭係調翻轉，就係、是、一個過分熱心嘅人。哇！你新嚟啊！哎呀，我嚟帮你啲人帮你啦！哇，即系嗰啲过分嘅热情啊、热心啊，烦到你咧，觉得就系、是、啊够啦！你俾我整整得唔得嗰啲咧？讲出一句你都死罪嘅嗰啲。系啊，咁变咗又系另一类嘅烦啦，咁样。所以咧喺佢左手边嗰个咧，一般嚟讲会比较过分关心啊，或者系过分唔关心之类啦。总之系个比较唔系咁容易相处嘅。即系睇定啲先咯。系啦，要睇定啲先。叫老人家睇定啲先。系啦，咁我唔系要你拒人于千里，只不过就系话留意住佢啦，咁样即系无谓啊。啱啱去到分到个位啦，咁点知你同隔篱都啲关系搞得唔好嘅时候咧，咁啊难住咯，就难好住难住落去啦，咁样噶啊。咁所以咧，记住啦，记住出年啊，出年春天，春天。等下啦，慢慢等。十二呢个数啦，记住十二呢个数啦，留意一下十二呢个系咩数。十二号位，十二号啊，通知你，唔知 ，OK。因为啱啱佢个问字写，佢自己写过嚟个字咧，嗰、那个口字写到成个十字十二咁嘅事嘅。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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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 啊。有啲好得意嘅嘢，有时就系巧妙。点解咧？之前我哋同啲听众讲就系话，最好你自己写完个字。影张相俾我哋就系咁解啦，因为只有咁样样做咧，会捉机捉得到你哋个即系嗰个潜能或者个答案，我哋喺嗰度睇到出嚟，所以最好系自己写出嚟。系啦，自己写出嚟咧，可能个 information 可能会比较准确啲，同埋 detail 啲都未定嘅。啊，咁总之咧就系话十二，记住呢个数啊，咁啊可能十二号、十二月、十二，总之系有十二嘅嘢啦，嘅嘢啦吓，系啦，留意住啦 ，OK， 系啦，好啦，咁啊。呢两位咧就提供咗鬼故，所以我会先回答咗佢两个嘅问题嘅 ，OK？ 系优先处理啊呢啲，优先处理噶嘛，系咪？黑箱作业呢样嘢，我哋最耍家噶啦。我哋唔可以叫黑箱作业，我哋系商业社会，系咪先？摆到明噶啦，我正所谓唔系点啊？你有嘢教，金术师一样，有火交噶，梗系做咗嘢先噶啦，系咪？我哋系公平交易嘅 ，OK？ 所以若然你哋想快啲去解答呢个问题，就好似头先我所讲，交个鬼故过嚟。不过，清楚少少，唔好一句起两句子，我哋好难做嘅。可以问得比较仔细少少，但又唔好问得太过广泛，即系咪广泛嘅意思啊？一个字嚟问几样嘢，我想问下咧，我姻缘咧，将来会点同边个结婚咧？同我婚姻会唔会幸福？会唔会生几个仔咧？一个字系答唔到你咁多样嘢。就算答到，我都话俾你听，答唔到啦！你咁烦，大佬，你就系教咗个鬼故啫，你想点啊？即系意思啊，好啦，记住你就问一个字嘅话，你就可以问一条问题，即系问一个方向性嘅问题，就唔好一个方向，那个方向伸延到好多范畴出嚟。基本上你问咗嗰个问题之后咧，大师会将你嗰个字咧拆开，会你头先听到嗰两位解答嘅时候，都会睇到有啲咩伸延，有啲咩要知道要注意嘅咧，佢都会讲埋俾你听啦。即系总之睇到乜嘢就会讲俾你听咯。所以唔需要太问太多嘅，即系一个问题 OK 噶啦。因为拆字嘅要求就系见招拆招，冇错，加加减减咁样啦。啊，咁就系呢个方法。OK， 咁好啦，先解答完呢两位问题之后咧，咁啊轮到下一位啦。下一位系边位咧？冇错，系自己人嚟嘅。即系仲唔系黑箱作业嚟噶？哎呀，冇嘢咧。但系虽然自己有，但系因为佢真系第一个，哦，第一个 send 嚟问问题嘅。喺边位啊？吓，阿俊底。阿俊，哦、Open Sky 嗰边嘅，哦，Open Sky 嗰边嘅工作人员咧，阿俊哥哥仔，系阿俊哥哥仔，系啦，讲到争啲相，好似电影里面想问多句，我唔想得罪人因为我一 post 完嗰、那个喺 Facebook 嗰度嗰段 message 之后咧，佢秒速咁样，秒速就已经弹咗个字过嚟，咁你咁神心咁踊跃，我冇理由唔答你先噶嘛，系咪先？咪咯，仲系自己有添，系咪先？咁佢想问乜嘢啦？咁但系咧，虽然我好你好踊跃，我亦都尽量优先处理你个个案，但系咧，我亦都要好坦白咁同你讲，你用个幻字嚟去讲测揾工，
真系患得患失，我觉得都又或者系患海奇情有啲。O K 嘅字数属五画 ，O K 五画喺分类嚟讲咧属土，嗯，咁都系嗰度啦。冬天、秋天嚟测嘅话，真系冇乜着数，嗯，吓、就会好容易出现一个情况系咩咧？就系、话你 send 出去嘅求职信，无论你 send 几多封都好啦，啊，好似石沉大海咁样，好幻灭，好幻灭咁样唔见咗。嗱，因为好简单，你用佢几个方法去测，你都知道。幻字，如果你将佢写成一个约会个约字嘅时候，嗯，佢少一撇，中间冇咗一点，个另一边又冇咗个三点水个底，嗯，咁就系咧冇头冇冇头冇心冇尾，样样都冇紧忽，样样都冇紧忽。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就好似话点讲咧，唔够噱头，唔够心思，唔识得去标，即系去标 up 自己嗰、那个。吸引力在哪里之如此类突出自己是啦，你没有做一些即是我们俗话斋商业社会人不包装就没有 selling point， 嗯，即是可能你在这几方面做得不够，所以变成一些 send 出的资料暂时都没有下文。哦，那怎么算呢？因为他这个字属土的，那反而呢他就 唯有留意一下，如果会真的 有消息有机会的话呢，为短期内呢最快就是来接下这个十月，如果呢个十月冇嘅话咧，啵啵声下一次出现机会已经要到一月嘅出年嘅。哦，咁嘅样。系啊，而且咧，因为你冇你嘅，因为可能嗰个心嗰个用得唔够啦，因为点解真系争咗几点，冇乜心思吓，思就系个巧思边嗰边冇咗三点水啦。嗯。心就系另外患字嗰边，原本一个系个弱字嗰度就冇头冇点啦，即系冇心冇思，咁就真系唔够心思，唔够卓啦。咁所以咧、变咗咧，你如果你有多啲 chance 面嘅话咧，记住下一次有机会见工。啊，斗靓你份 resume 系啦，或者可能执正你个碌，你 send 咗份 resume， 终有回应啦，你约你去见工啦，咁你记住，第一时间一定要包装得执正啲、啊。虽然你个名都话叫阿俊，你个样都几俊，但系执正啲又会进取啲，系啦。点解咧？会因为咧呢、这个患字都出嚟咧，就系叫做咧源头压尾啊，幼克制呢个细路咁啊，幼子咁嘅意思嘅。源头压尾就呃制幼稚呢、这个口诀系咩咧？就即系话呢个用个患字嚟问事情嘅话咧，通常都会俾啲上级啊、高层啊，俾啲有势力嘅人士打压，而令到咧做低嗰个咧系唔能够容易得到成事嘅。哦，俾人揿住嚟打，俾人揿住嚟打，即系俾人打压啊！即系总之咧，即系有啲高层、有啲有势力嘅人士咧从中作紧咧，令到件事咧就唔能够成事咁样嘅。嗯，所以你一定要揾个机会咧去。展露自己，展露突出自己嘅，话俾人哋听，我有几俊，系啦，我有几咁与众不同，好似漆黑中嘅萤火虫一样，唔系与众不同啊，系与众不同啊 ，OK， 搞清楚啊，一定要俾人睇到你，冇错，因为点解咧，就系、差咗一点心思 ，OK， 咁啊就差咗呢点心思，如果多翻少少呢个心思嘅话咧，咁有机会咧可以成功嘅。嗯，咁就俾心机祝你好运啦。系啦，睇下十月可唔可以有冇机会啦。如果十月冇嘅话，就等一月噶啦。OK， 吓、咁啊，用个幻字搵工真系几祝你好运啊！咁真系祝你好运嘅，唔好意思。真系我觉得有啲幻海奇情嘅都系，即系熟还熟，我都系坦白咁讲。系啦，搞到你患得患失，真系唔好意思。OK， 咁留意住呢个头飞咧，睇到两个月份啦。咁同埋记住。搞多啲心思啦 ，OK 吓，用多啲心啦，即系可能俾再见嗰时，佢俾人个感觉你唔够黑哦，你冇唔够 hot， 系你冇唔系唔够黑，唔够黑，你可能你肤色可能够好够黑，但系你个唔够 hot， 你个 hot 系未有 OK 吓，你指到个 hot OK， 唔系嗰个黑啊，唔系 hot， 唉，好复杂，唉，真系英文啲嘢，我真系好渣。OK， 咁啊，答完阿俊之后咧，我哋就望一望我哋大钟嘅时间先。咦，十九分噶啦噃，系咁、我头先都唔记得计时。系啊，呢一节又好似差唔多噶啦噃。啊，咁啊，我好啦，下一节咧就翻嚟咧，都系另外两个自己友嚟噶。都好啦，都继续解答埋佢先啦。唔系个咧，又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跟住都唔知点算，下一期又再多啲嘅时候，我哋真系好难做。当然啦，其他嘅听众咧，听完呢集之后咧，如果有兴趣嘅话，你依然都系可以 send 鬼故同埋个字嚟测。
或者唔知大家听住系send完鬼故先至攞个字嚟测，系好紧要有先有后嘅，即系个意思系有先有后咧，就系、是、你俾咗鬼故先咧，跟住就攞个字嚟测咧，咁就会测先嘅，即系有先有后咯，呢啲咪叫做。咁如果冇嘅话，都害死嚟嘅。总之我安排到时间就会帮你测噶啦。系咪帮你做咯？系啊，系咁噶啦，忙啊嘛。如果你话我谂唔起个字，唔知点样谂，即系谂唔起中文字，或者我中文字好渣嘅，唔紧要。咁你将你嘅问题 send 嚟，我用塔罗牌帮你测。都是差不多啫，但是有另外一個辦法咧，廿幾年前阿大師教過我咧，其實好好用呢個方法。你啲中文寫得唔好唔緊要，或者諗唔起邊個字唔緊要，攞起本以前係黃頁，而家字典都得嘅，即係中文字典咧，求其眯埋眼嗱，我試過係得噶，打開本字典，望都唔望，揾隻手指篤落其中一個字度，篤落本嘢度，篤邊個字俾你篤到咧，就寫嗰個字，跟住就問你個問題咧，嗰、那個準確程度咧。更加准，真系信不信由你，可以大家试下。OK， 所以咧，总之听完呢集嘅朋友，如果有兴趣，有寓意啦，想问问题嘅话，就写个字嚟，咁我话翻你知啦。如果嗰个字太过唔够，我觉得唔够准嘅时候咧，可能我私底下私人醒嘅，即系有鬼故提供嗰啲咧，咁可能咧，我嫌个测个字都未够皮嘅话咧，可能会开埋副牌。开埋副牌同你整个塔罗牌再 check 添，都未有福利噶、啊，你真系。总之有古仔嗰啲咧，系特别多福利啲嘅。哇！大家识做啦。OK， 咁好啦，咁啊时间廿零分，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咧，就再答埋我另外两位朋友嘅测字。好，嗰啲 information。好啊 ，OK， 翻嚟再见。翻嚟再见。